17日，蔡徐坤在微博晒出出席活动的照片，宣布与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携手创立的蔡徐坤葵计划爱心基金正式启动。他发文表示，每个孩子的笑容都如向日葵般温暖阳光，很荣幸能够与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携手启动蔡徐坤葵计划爱心基金，未来我们共同助力青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守护童心，与爱同行。此微博一曝光，粉丝们纷纷表示支持。